色的小洞洞，最后加上灿烂的微笑。哟呼，拉仔，我们出发喽！探险路上荆棘密布又坏，但倒霉事就在身旁。是否感到心中神情小忧伤？千万不要彷徨，一起来吧，微笑的迎着困难，小小的光。以上是前方记者兔兔报道。哎呀，这可真是不得了了。乐乐，大波，我想去看看。哈，不行，对于小摩尔而言，这太危险了。我就看一眼。乐乐，等一等，乐乐可不要逞英雄啊！知道了。去吧，摩乐乐。哦不，乐乐侠。瑞奇团长不在，我们一定要好好保卫前哨站，不能让爆炸发生。是。后面的小火箭，来个来个上。我去里边看看。刚才是不是砸到什么东西了？这是遥控器。还有，是炸弹！快来人呐，这里有炸弹！威猛！竟然叫人来破坏我的计划！你是谁啊？我就是你！出什么事了？冰布，怎么回事？两个乐乐？二警官，抓住他！他是怪物变的！胡说！二警官，他才是怪物！怎么会有两个魔乐乐？冰布，想证明谁是真魔乐乐，那就拿出证据来吧！我叫魔乐乐，今年8岁，住在天空树。菩提大伯把我带大，最好的朋友是布多多和布少少。这些大家都知道，不能算。我有3颗蛀牙，脚下还有1颗痣呢。怪物，你骗人，这些我也有。太奇怪了，完全一模一样啊。那我问你们，昨天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吗？没有。有，我昨天尿床了。被子还凉着呢，这个你不知道了吧？胡说！我根本没有尿床，就是尿了就是尿了，你是假的不承认，假的就让你冒充我。够了够了，两个都带走，回警察局再说。等等，我有证据，我知道他把炸弹藏在这里。交给我。哎呀，大世界，前
需要更多的救援，更多的救援。这个感觉又来了。哈哈哈哈！库拉大人，我完成你的任务了。瞧吧，有你好看。影子怪实在是太棒了。如今摩尔庄园谁还是我的对手？影子怪，给我上！才不要听你的！糟糕，影子怪除了抄袭乐乐侠的力量之外，居然性格也被同化了。影子怪，他要找你玩决斗游戏。真的吗？哼，冒牌货，来就来！太棒了！哟呼！单纯真是好骗呐！呀！哎！嗨呀！嗨！很精彩吗？超载！乐乐特工！嘿嘿！乐乐超剑！呀！嗨！啊！这么精彩的决斗，我得加点油才行。骰子。嗨！恢复、控制、强化、接近、爆炸，实现愿望！转动的命运骰子，三点力量强化。认输了吧？你好厉害呀！认输了。赢了！乐乐侠，你以为认输就完事了吧？没那么便宜！影子怪，给我继续揍他，揍他！他都认输了，我不打他。哎呦！你这个笨蛋，不要手下留情，不要手下留情。但是乐乐侠不打弱者呀。对，乐乐侠是纸和敲这些都打。我怎么就造就了这么一个傻瓜？你抄袭什么不好，非要抄袭乐乐侠这种糟糕的性格？库拉，你果然是最强的摩尔啊！最强摩尔啊，那是当然！看什么看？库拉，看来我只有最后一击了。看招！哎呦！我的头！我的眼睛！哎呀，好痛！我还没出招呢。难道我今天状态特别好？好痛！他说的没错，果然你才是强者，我要和你决斗。呀！
自己的怪物自己收拾吧，库拉。来，闪电剑！孩子，救我呀！好像蛮好玩的样子。没有了，来，